情况了。如果是那个睡的话，也不是，也不是说始于言前，终于。我也不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睡吗？那不是。Is my father gonna see it? No. 是的吧？你呢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应该还真的是男的不都这样。Depend on the person. 我一般只会被说服女生是那个睡觉的时候，其他的打动不了我。应该容易吧？应该容易。对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舒服的感觉。我应该不会直接怼他吧，因为跟他讲，还是会给他面子啊。他就会引导你们什么说，哎呦你个老头子，然后让他就特别面的把我一下子搞到身上，然后就特别来劲，我就觉得有效果了。我好像没有自己的。你明天回家，打个录音机吧。我也怼他，教他吧。哦，你不教他怎么教？虽然我也不行，大家一起学呗。写个纸条说，兄弟，你的螺丝是不是掉了？需要保养一下。I wouldn't marry. 关系比较好的话，就用比较温柔的方式，旁敲侧击的说。如果两个关系本来就不好，那正好是分手的理由。Because, you know, I don't have sex every day, so the days I don't have sex are sexless days. 自己的妈，睡你。自己的妈也要睡女儿。3-5个。3-5个就够了。At that time, I think I would have as many wives as I wanted to. 我思想里面觉得说越多越好，没说10-12个、12星座。什么五十六国民族？我只想睡彭于晏一个。没有上限，就是随心你遇到什么男人，你想睡哪个？我们就打底吧。结果他这八个十个算一单，20个包粉吧。哇！然后50个就看看看时间。